上火车。 家了，是，在菜摊和几个店铺前转了一圈，已经回家了。是不是你们手下这帮笨蛋被发现了？应该不会，我们的人伪装得很隐秘。派人把赵振哲今天走过的线路重新走一遍，把那些可疑的店铺和民居全部给监视起来。是。五里铺有报告吗？还没有。 不过，清廷刚才派人送信，已经把袁善的事告诉了欧阳尊，估计这几天十八团就会有行动。通知肖爷就是了，这件事情让他们去办，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五里铺。明白。你去吧。欧阳营长，你一直负责侦办内奸的事情。 唐北和袁善，还有唐北和张龙之间，他们这些关系你一点耳闻都没有吗？我们在调查张龙的过程当中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唐北和他有过任何接触。至于这个袁善，我们也是头一回听到这个名字。那好，那我就让这个袁善亲口告诉我。你们头里挑选精兵强将，现在就下山，想办法混进城去，把这个姓袁的给我抓回来。是。 范营长，到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赶快把这个唐北给我找回来。好，记着，刚才我说的事情，一定要绝对保密。分头行动。是。老弟，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刘老板。明白。 7:30，袁记杂粮铺外，咱们会合。一定要给我看清楚袁善到底在没在里边。是，去吧。这个情报是谷雨送上山的。我琢磨，是监视赵京哲的人太多，不方便见你，所以才用这种迂回的方式。这种办法极有可能暴露在自己啊。 他们倒是找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借口，说是为了保护他妹妹不受伤害。这个借口也太牵强了，很难瞒得住山口组织。你是说，赵金哲会暴露？老铁，你看这样吧，既然咱们抓到袁善这条线，应该让金哲和顾玉他们撤离了。来，魏大哥。嗯，好。 这战乱期间也没什么好吃的，您就只能将就了啊！这够丰盛的了。哎呦，魏大哥，你看，您不嫌弃就行了。哎呀，魏大哥，你和金哲呢一直都是好朋友啊，虽然中间发生过一些矛盾，但金哲跟我说了，你都是为他好，想让他迷途知返。我们现在呢，也是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了，可是我们还不想。 失去您这位朋友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失去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我也很为难呢。顾玉啊，我欠魏大哥的人情，那不是一顿饭两顿饭就能还得上的。要不我怎么说，魏大哥是我的大哥，我的朋友，我这辈子的贵人。哎，你说你们俩这叫的一抬，我都不好意思吃饭了。哎呦，快，光顾着说话，魏大哥。我们静静。 哎，赵会长，赵会长，有人找您。顾月，你还请了别的客人？没有啊，谁找赵会长啊？是嫣然。
来干什么？我找赵金哲，他人呢？我们家今天不方便来客人。哎，几个几个！哎，不是，嫣然，你这叫私闯民宅！赵金哲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赵金哲，嫣然。你怎么来了？金哲兄弟，这位是……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同学嫣然。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大哥魏德利，魏老板。你好。好什么好？姑奶奶又不认识你，一边待着去。赵金哲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就算我嫣然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也不能砸我的饭碗呢。嫣然，我们家里有客人，有什么话咱出去说。哎，去去去，跟你说不着。赵金哲，你该问的都问了，我该说的也都说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我不管袁善是什么用心，姑奶奶我总算是帮你做了一件好事儿吧？你就这么对我呀？嫣然，哎，别，你让他说，让他说。金哲兄弟，你们家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大哥，这事儿很快就解决啊，没事，不耽误，不耽误。哎，你赶紧说，赶紧说，怎么了？自从你去春满楼找过我之后，我就没有一单生意。新客人看不上我，我认了；老客人都不登门了啊！这没有生意，你让我吃什么、穿什么？光着屁股喝西北风啊！嫣然，你接不着生意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家又不是拉皮条的。跟你是没关系，跟你男人有关系。我问过老鸨了，他说凡是点我钟的客人，还没等进门呢，全部被抓了，无一例外。我就问他是谁干的，他就跟我说是赵金哲赵司令干的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他娘的没事儿干，非跑到你那儿砸场子去？废话，除了你，谁会跟我这种人过不去啊？金哲，我不管你跟袁善有什么梁子，你去找他说好不好？你别找我的麻烦呀。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做了很多坏事儿，就算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已经遭到报应了，还有什么报应比让一个良家妇女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赚钱更悲惨的吗？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金哲，看在我帮你找回小雪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嫣然，我跟袁善有梁子，我自然会去找他了结。我没有害过你。老鸨子说，是赵司令干的。你上十一军去问问去，十一军现在已经不是赵司令的了。还有，冲你以前干的那些破事儿得罪的那些人，我可以给你数数。对了，老三，你得罪过吧？十一军的头。欧阳大满，你得罪过吧？十八团的营长，这两个都不是一般两般的人物。任何一个人伸出一只手指来就可以碾死你。你现在还可以在我的面前喘气、咆哮，那是菩萨保佑你！赶紧给我滚回去，磕头烧香去吧你！嫣然，那你就请回吧，赶紧烧香去。
奶奶的！我想好好吃个饭都不让我安生。大哥，你先好好休息休息，我马上处理了就回来啊！好好好，姚金，姚金，哎，赵会长，哪儿打枪？是原记杂粮店那边。原记杂粮铺。报告，营长，我们被日本人包围了。把他绑上。是。等一下，赵队。哎，这是兄弟们。什么情况？日本人看来是早准备。同队。情报说，十八团的抗匪有大批的人马下山，可是我们就发现了九具尸体。欧阳尊老谋深算，情报有点差错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可我们帝国的士兵死了十八人，是他们的一倍。我们放出了个大网，却钓了几条小鱼，得不偿失。公孟军，伤亡报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。那个杂粮店老板是你的部下吧？准确的说，是一个暴露身份的部下。对于山口行动小组来说，暴露身份就意味着死亡。呀，对了，刚才你见着赵静哲了吧？他有什么反应？没有什么反应。哼，这小子一贯心理素质很好。山口君又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我在想啊，是应该留着他继续为大日本皇军服务呢，还是应该送他去见他的父母。媳妇儿，我觉得有件事儿我干错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应该把唐伟的事转达给欧阳伯伯，打草惊蛇了，这样的话一定会引起韦德利的怀疑。再加上嫣然这个乌鸦嘴，哎呦，他跑过来跟我这么一闹，就等于我给自己来了一个双峰贯耳，自己把自己就逼到死路上去了。那有没有挽回的余地？几率不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韦德利就不是互相猜疑这么简单了，而是面对面的贴身肉搏。那就和他拼了呗！拼？你以为人家是软柿子？你赶紧打算着怎么逃命吧。哎，这可不像是你说的话啊！从嫣然到元善，这现在好不容易查到得力药行，这怎么就……哎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嗯，你就想想怎么逃命吧。我？你？那你呢？我敢保证，咱们家附近至少有二十多双眼睛盯着咱们，想要双双逃命，基本上是天方夜谭。两个人都逃不出去，一个人就能逃出去了。你还真别说，韦德利为什么不跟咱们挑明了呀？他跟咱们装糊涂呢，他想捞大鱼。所以说，只要咱们有一个人在家，另外一个一定安全，他不会对他下手。所以他们的计划就是你逃命成功的机会。那行，你走，我留下。那你直接把我宰了得了。团长，
这个决定啊，实在是太草率，完全被别人利用了，成了敌人杀人灭口的工具。最关键的，给惊蛰添了麻烦。我们的行动是保密的，怎么会让日本人知道呢？这不明白着吗？石宝滩的隐患还没有彻底消除，而且越来越张狂。明天一早啊，你就装着出去买菜，装得从容一点，淡定一点，肯定会有尾巴给你盯梢。不过我相信，凭你对凤岭上的了解，帅到他们不成问题。你听我说话了吗？哎，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干什么？咱俩是不是只能活一个？能有一个人活就是咱们的胜利了。把我宰了吧。老板，我们的人已经包围了赵家庭院，您看什么时候动手？不急。可赵金哲这小子像泥鳅一样狡猾，我怕他跑了呢。如果在几十个人的监视之下，他还能顺利逃跑的话，那说明了我养了一群蠢猪。可我还是担心夜长梦多呀。我们抓的不是一个赵金哲，我们抓的身后的人。我们要把共产党这条线彻底的给他挖出来。明白。如果你摆脱了他们，务必把这个交给刘教官。这是什么呀？韦德利说这是他记账的，这哪像记账的字儿啊？我觉得像电报发报的组合。密码交流方式。行。这都是你记下来的？我看了一眼，反正也记了不少。过目不忘的本领还没丢啊。媳妇儿，如果这个东西没用的话，咱就不说了。要是有用，就当是我为抗日事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我不甘心，我就是不甘心。你一定会想出办法的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，有那么多人想杀你，想害你，你都能平安无事，化险为夷，这一次你也一定可以。我不相信女老板会斗得过你。你了解我，韦德利也了解我，哼，万一他比你还了解我，我不管了，反正我就是不甘心。你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让所有相信你的人失望。你是谁呀？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是赵惊蛰。上十一军去问问去，十一军现在私人恩怨，这个
赵敬哲是什么意思？他到底跟袁善有什么私人缘？是巧合呢，还是掩饰？出去买菜去。干什么？买菜去。咱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谁跟你说好了？这家谁做主啊？用耍无赖呢。我就跟你耍无赖了。赵金哲，如果咱们两个人一定要死一个的话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我什么都不如你，什么事都做不好，也做不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一定会想出办法的，我相信你。如果你非逼着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，那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。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说得出，做得到。说的没错，我是赵金哲，我可以死于翻身，我就是那只被煮熟了还能再飞走的鸭子。等着我。赵金哲出来了，盯着他，看他去哪。是。小明，小。军吗？我请问一下，赵会长去没去你那儿？没有。哦，没什么事。打扰了，再见。老板，赵金哲脱钩了。赵夫人呢？赵夫人还在家里。只要赵夫人在，这个赵金哲就跑不了。派人盯着他，暂时不要惊动他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事儿还是交给宪兵队去办吧。明白。来了，记者，教官，快，请起。哎，教官，我来承认错误的。啊，坐下说。袁善的死断了一条我们十分重要的线索，全都是我造成的，我请求处分。具体的情况，欧阳团长已经通过老铁已经告诉我了。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断了袁善这条线，是暴露了自己。我很担心欧阳伯伯，我觉得他身边有一个唐北太危险了。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你的做法不能认同。唐北有没有交代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呢？唐北已经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失踪了？嗯。怎么会这样？据我们了解的情况，你妹妹小雪确实把情报告诉了欧阳团长一个人。唐北失踪以后，这个情报只传达了营一级军官的。那唐北怎么会知道呢？据判断，可能是做贼心虚，他看到顾玉醉以后，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就畏罪潜逃了。教官，我这回肯定是完了。不过幸好还有一个新的突破点。得力药行。你知道了。我们的同志一直在关注着你呢。那你们肯定知道燕人去过我家了。
这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赵夫人，没什么事儿。十八团偷袭了元气杂粮店，皇军担心赵会长和赵夫人的安全。啊，赵会长人呢？出去买菜了。赵会长还要亲自买菜啊？维持会有那么多人呢？维持会呢是为日本天皇服务的，不是为我们家服务的。慢走。嫣然一到我家来，这无疑就是雪上加霜啊。谷雨呢？在家呢。在家？你既然已经暴露了，为什么还要把谷雨留在家里呢？你这样做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我要留下的，是他自己要留下的呀。他总认为他还会有机会，他不服气。嫣然上门闹事，袁善突然被杀，你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山口组织面前，还怎么起死回生？那魏老板是一个聪明的人。聪明人最怕什么？聪明人最怕傻子。为什么呀？聪明人和聪明人打交道，他们的智商会发挥到极限，但是聪明人一旦遇上了傻子了，他们会放松警惕，没准我还可以起死回生呢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我们还是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继续留在这儿，所有山口组织的精力都会放在我一个人的身上，这样就可以给继续侦查的人留有余地，相当于我掩护了火力，让你们冲锋。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我绝不允许你做无谓的牺牲。战场上哪有不死人的？不行，你们的工作到此为止，我会想办法把谷雨接出来。教官，你自己冒险还要拉着谷雨陪葬吗？这些话我都跟谷雨说过了，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吗？公不离婆，秤不离砣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是管不了他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嗨，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。这个给你。妖姬，妖姬，哎，来，哎，夫人，您喊我。你这有没有点眼色呀？哦，啊，不是这个，就给皇军倒碗水喝呀！啊，你说这站这像电线杆子杵这儿笔直，多不容易。是，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确实很像密码的交流方式，我会尽快让我们的密码专家进行分析的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好。赵会长，你要买药？哎，赵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魏大哥，我让人给跟踪了。跟踪了？啊？哎，跟踪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十八团的那帮面爷跟了我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哎呦，来，快坐着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不能做亏心事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哎呀，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哎，我不怕开水烫。那个，我今天找你喝酒了。喝什么酒？来，喝茶。别喝茶了，昨天晚上让那个婊子嫣然这么一闹腾，没喝好。今天我请你。那行，你要想喝酒的话，咱们就在这喝。那不行，那我得请你呀。哎呀，咱们兄弟俩谁请谁不一样啊，你把大哥当外人了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哎，老赵，我们找到唐北了，不过是尸体。唐北死了？哦，带我去看看。这也太狠了，一刀毙命。又是杀人灭口。进来，兄弟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元气杂粮铺的这个老板袁善死了，你知道吧？大家都知道。你知道是冲谁去的吗？你知道？不是冲着别人去的，冲着我赵京城来的。冲你？我跟你说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这个袁善了，
他当时还是槐树庄的一个土财主，我这辈子就干过一次大家劫舍的事儿，劫的就是他。他曾经想跟燕人还有欧阳大满联起手来把我害死。这袁善人是昨天被杀的，这跟十年前的事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说点近的，袁善和日本人有勾结，你知道吧？这我不知道，你从哪听说的？我是谁？我想知道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。你兄弟我是赵京哲呀！十年前他们想弄死我，哎呀，没有成功，凶险。他们十年后卷土重来了，他们学聪明了，他们想借日本人的手把我干掉，他们怕我报复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十年前的事儿。你知道是谁告诉我妹妹在保定的吗？谁呀？就是这个婊子燕人。你知道是谁去指使他干这件事吗？那就是袁善。整个事情的幕后推手又是谁？就是在袁善杂粮铺杀人灭口的欧阳大满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幕后推手是欧阳大满呢？你知道我去杂粮铺的时候看见谁了吗？谁呀？唐北。唐北是谁你知道吧？没印象。她现在就是欧阳大满的女朋友，明白了吧？我不明白。你说你这个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？哥哥，来敬你。唐北和这个袁山要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去找他干什么？我刚刚想顺着点线往下查，欧阳大满已经杀人灭口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欧阳大满、燕然、袁善相互勾结，借日本人的手想铲除你啊？哎，你终于明白了你。这欧阳大满那可是抗日战士啊，他怎么可能跟日本人勾结呢？哥哥，这种事儿谁说得准？那我以前还是十一军的司令呢，现在穿上这层皮，当了这个维持会的会长了。是不是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你是自愿的。你再说了，这你妹妹确实在保定啊，她也不算是欺骗你啊。不是，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妹妹在保定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为什么非要等到这些日本鬼子把保定城都占领了才告诉我？那就是他们想让我自觉自愿的往他们日本鬼子的圈里钻。你这话说的越来越离谱了。这欧阳大满怎么可能出卖他自己的父亲呢？这个欧阳大满出卖他的父亲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欧阳尊的那个团长是怎么被录下来的？那就是被他儿子整的。这小子除了自己不会出卖之外，谁他都卖。他妹妹小满，小满是他的亲生妹妹。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汉奸，那是我最爱的人，不照样被他整死了？这么说吧，欧阳尊这个老东西就是个昏君，这个欧阳大满就是奸臣，昏君配奸臣，十八团他不想玩完都完。别，你不能这么说。行了，兄弟，你少喝点，少喝点。哥哥，我这是一提到小满啊，我就心里挺难受的，我这些话不知道跟谁说。我跟你说了说心里话，我高兴。我是说，兄弟，你把我当亲哥，你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。别喝了，兄弟。赵夫人，赵夫人，哟，怎么的了？怎么了？这是你让输呀？没事，在我家多喝了一点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慢点，门槛，哎呀，搬腿走。哎呦，小姐，去给他放椅子上，别让他进屋了。不是，放这儿。好，慢点。出息了啊！怎么能喝成这样啊？弟妹，你别生气，这个青车兄弟啊，今天有点心情不好，所以才喝成这样。他心情不好，
我心情还不好呢，啊，这家这长好的日子让他过成这样了，你还有理了你？哎，警车兄弟，别管他，大哥，就让在这儿待着吧，咱屋里喝茶去，走。啊，别管他，要爹，你面都听好了，谁也不许动他，就让他在这儿睡，能睡多久睡多久，醒不过来才好呢。大哥，嗯，请。好。魏大哥，哎，你请坐。没事，不用管他。哎呀，这金哲兄弟啊，这酒量够大的了，我都没喝过他。哎呀，这金哲呀，从保定回来以后啊，他这心里就一直压着一块石头。他是悄悄跟我说，是有人想借日本人的手把他给除掉。他说他非要把这件事查清楚，给自己讨一公道。魏大哥，你也知道，金哲这人死心眼啊，他想干的事儿，谁能拦得住啊？哎呀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他不仅啊是想要为小满报仇，也是想出心里这口怨气。哎呀，这按理说你们家的事儿啊，我不应该插嘴啊。那金哲兄弟他怎么就知道这保定的事儿跟那欧阳大满没有关系呢？这一开始啊，我也不相信这事儿。你说这猪头满吧，虽然我对他没什么好印象啊，他这人鬼心眼多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混蛋。那可是他再怎么混蛋，那也是中国混蛋，他怎么可能认识日本人呢？后来金哲倒是提醒我了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能。那这话怎么讲呢？早在十年前，欧阳尊曾经安排我去日本留学，后来因为猪头满和嫣然呢从中作梗，相互勾结，这事儿就黄了。后来他又安排小满去日本留学，魏老板您想想啊，欧阳尊他们家如果要是跟日本人没关系的话，那他为什么动不动就送人去日本留学？那如果说啊，之前的这些事儿那全都是猜测，那昨天晚上发生在元记粮店的事儿，就让金哲坚信不疑了。这猪头满要是跟袁善没有猫腻，他为什么会杀袁善灭口？这话说的有道理。老板，您该吃饭了。老师，你怎么看赵经哲说的话？我觉得他的解释很合理。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。无论是到村满楼去找嫣然，还是暗中调查袁善，乃至派谷雨去清风岭送信，听起来都是合情合理啊，没有半点捏造的感觉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？酒后吐真言吧。嗯，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那易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？要么他把我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，或许他已经了解了我的身份，所以才故意去掩饰。解释就是掩饰，可我就是不明白了。他说的每一件故事都是曾经发生的，没有任何添油加醋，没有任何渲染和捏造。好像十年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他今天的故事准备的。即便我们怀疑他说的是假话，也找不出任何捏造的痕迹。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
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。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黑夜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。